哎，你等一下啊，娃娃上课呢，你说。啊，这边就是有没有这个在抖音上面反映一个，就是这个核酸天然区核酸检测的有一个这个去世的人这样的一个视频。你是谁？我们是这个防疫这边的。那你要干嘛？就是把这个情况也给咱们这个联系说一下。他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然后第一时间去核实了解，他这个社区是在这 个啊？你说的是谁？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李川江，就是他的这个核酸检测的一个视频。怎么了？啊，就是把这个情况也给咱们说一下。你给我说有啥用？你给、啊、你给全体老百姓说，你发通告呀。你们那么会发通告，你们发通告去啊。我们这个也就是先把这个情况，你们去通报去、啊、不用给我说。老百姓在家都已经弄了三个多月了，已经在家居家三个多月了，你给我们一个一个打电话有啥意思？你们算的错误，你们自己发通告去。老百姓有一点啥事情，你们不是可会发通报了吗？你们自己也发去。三个月没有收入了怎么生活？你们一天都干啥活呢？你们都在干啥呢？我想问一下，不干正事儿，你防疫就好好搞防疫，三个月了没把防疫搞下来，你们都干这样偷鸡摸狗的事情。您不要激动，我们这边我能不激动吗？你领工资了没有？你三个月有收入没有？我们有没有收入？你拿着工资，你当然不激动。你的家可以运转，可以生活，我们的家庭怎么生活？这个我们是这个防疫，我们是天然区这边下面。你爱是哪是哪，是哪就把那个工作搞好，不用解释、啊。你们自己的工作搞好，搞好了就不用解释了。抖音。